对方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什么鬼？是我吗？啊！妈，这个人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刚刚洗澡的时候来的，他说帮你补习功课。你怎么能随便让他进家呀？他就是贺天吧？每次家长会都能看到他在年级榜单前三，不懂的就虚心请教人家啊！你可以滚了，我讨厌别人进我房间。我这么不招你待见，打扰你了。我倒不是很介意。贺天，我真是受够你了！手劲不错啊，再往上来点。啊，对对对对。